李佳玉，今天是月底最后一天，业绩输的波比跳100下，敢不敢？不错啊，爽。但我记得你的业绩还差我10000吧？我今天只要再多说服一个客人加入会员，我就可以赢你。那再加码100下深蹲跳。有客人进来了，随便看看的吧，感觉就不会买课程。那就交给我来。你好，是来看课程的吗？我来帮你介绍一下。什么时候？好快。哇，小美女真会藏，你的身材线条这么好，再锻炼一下就更完美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叫小晴。那小晴，你这边坐一下，我去帮你拿个水，然后等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问我就好了。小晴。今天想要了解什么啊？我刚好经过，想说看一下里面环境怎么样。好吧，那你慢慢看。但环境不错的话，还是会想要了解一下课程的部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刚好现场加入会员的话就有折扣，绝对比转角那间健身房还要优惠。上个月我才办过转角那一间。好吧，那今天应该是不可能报名会员了。可是他们教练课实在太烂了，我上了一堂课我就马上解约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今天健身房的教练都是全国最专业的。来，我来这边跟你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哦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他讲电话需要一点时间。来，喂，公平健身卡，你好。喂。喂，哎，丽卡，这不是你的号码吗？你打过来干嘛？是我吗？哦，有时候手机放在口袋，就是会不小心打到啊。我有时候也会按到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这个课程的部分呢。好，那你喜欢男生还是女生？女生。我们的器材啊，每个礼拜都会做保养，还会不定期的更新设备，你可以试试看。这是没有配重吗？插销怎么不见了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找人处理。来，你试试看这个重量。我跟你说，我可以比刚刚那位阿姨啊再给你更多优惠哦。那如果确定的话，这边放签名就可以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没什么啊。你竟然用剑招跟我抢课！你不要乱诬赖人哦，这是我的。喂，有必要在学院偏向争吵吗？工作中最可贵的是什么？业绩？薪水？不是，是我们之间同事伙伴那种共同互相牺牲付出，这种情谊才是最可贵的。胜利的滋味虽然甜美，但我更愿意享受失败后的回甘。徐云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不应该再做这么丢脸的事。这个业绩是你应得的。不用，给你啦。你每天上班都要化妆哎。你刚偷插销这么辛苦哦。我不用，因为我已经领过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店长刚刚说，这个月业绩最好的业务会额外发奖金啊，而且是最后一天，太刺激了吧！到了，谁能够说服客户就谁签。我还想再考虑一下。你考虑的点是因为价钱吗？不要怕花钱，不上健身房也是有成本的。还是因为担心没时间来运动？不用担心，这日期我都可以帮你展延。你不要那么咄咄逼人嘛，我只是觉得费用有点高。那就是价钱的问题嘛，我可以特地帮你申请分期付款。分期付款本来就有，我直接给你亲属优惠，一年只有一个名额。少骗了，你每一个都是亲属优惠。我跟主管熟，我直接给你最低报价。我直接越过主管，我还免费多送你一个月，还免你入会费。你去外面的健身房绝对找不到这种优惠的价格。真的买到赚到，我之前也买了好几趟。大家交个朋友，我吃一点亏又算什么呢？我只是想帮助你运动而已，我哪有得到什么好处？拜托，小刺鱼，我就是。你看这个运动水表怎么样？你今天办会员，我就送你一支。我跟你讲，我直接帮你写上。我跟你讲，小晴，好巧哦，你来上课吗？没有啦，我只是来上体验课。我这边刚好多一张券，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啊。好那我今天就先上体验课了，办会员下再说。所以今天不会办会员了。算了。大家崩啊！